千年，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。愿那冒犯我们的主，你怜悯他们，也让我们接受。如果他们的冒犯是真的，是实在的，我们愿意改进；如果是错误的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来爱这个人，更加来为他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前面的脚步，求你来带领，让我们不走在被冒犯当中，因为主你所用的、有用的，你都曾经让他们被冒犯，在被冒犯当中，他们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进步，更加成为神你所要重用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改变，我们愿意成长，我们愿意在你的手中成为珍珠。主，你来带领，主帮恩社区教会万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成为主你的敬拜。感谢奉耶稣的名。Yeah.